哎，欢迎回来，实况哥为什么？这是今天的最后一 part，我们要来玩这个。刚刚讲的是，马这里奥个网马里奥网球，球，可是我们改成玩这个叫什么？Pokken 钱，神宝钱，神宝钱又听宝钱。他今天才发售，今天昨才天发才，昨天好像有偷跑，今天才发售新游戏。对，我们买个运气非常好嘛，就可以玩这款新游戏。好爽的，真的超爽。而且我根本就没有 Wii，我现在真的买卡贝什么游戏都摸过，超爽的，很好啊，这样就跟我站在同一个起点，不要让我平衡了一点啊。那我们是由谁来？那应该是这个平板是主 key，那我就先来控制到对战的模式这样子。然后一开始应该会稍微介绍一下，他问一下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这个神奇宝贝，这个风格跟。神奇宝贝差很多，强调是那个嘛，这是由铁拳师做团队做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强调是大人的神奇宝贝，没有错啦。看有多大。哦，他有特别强调是不是？大人的神奇宝贝。他的操控面板其实我，那我随便取一个好了，那我就取叫 Jerry 好了，Jerry 总兵 J E R Y。嗯。哎，变日文好了，算了，没关系的，加。加。加。好，前面的男，当然是选女孩子啊。女生，女生，女生，当然女孩子啊。你要皮肤比较黑，当然是黑黑到底。然后要那个眼睛眯起来吗？眯起来，对，好，眯起来，眯起来，就不长眼睛啊，就不长眼睛。这个是什么？对，眉毛，眉毛，白的，白的，白的啦，对对对对，白的，白毛。捏成一个奇怪的角色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们的 Jerry。Jerry 就是我一个感觉这样。Jerry 就是黑人，我好。那选择一只属于自己的宝贝哦，哇，都很酷哎。Jerry 在用怪力啊，你最像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怪力最像。我想用左边那个怪力的头。你早来就怪力了，就怪力了。下面一大包，左边那个比较可爱。那宝可全这一款，它在日本已经有上市那个街机版本，它有街机版。那它现在就是除了家用版是在 Wii U 上面。啊，现在介绍，因为我们是这新游戏，他都要帮我介绍一下要干什么。我来选地图啊，选家啦，先回家，我们先回家。家吗？嗯，好，先回家。那他在讲话。哦，他在讲话，话那么多。没够供了啦，他说可以去那边训练啊。他叫你先去玩就对了。他叫我先去训练吗？哎，不用，好，别人不要，不要去。那就回家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回家休息一下，直接回家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他没有跳过。他说要设定什么东西？哦，回家就设定一些东西。还好，应该要到对战，我看一下对战。对战是最左边那个。世界中哦，这个是连线的。最左边那个，这个是两人对战。我们看 icon 就可以略知一二了。对。友達。game 不热。直接全部跳过。啊，一我是 EP，我按 OK。二 P 按下加。加。加加加。哎，对，好，那这样子就。有吗？你有按吗？有吗？按加。加了。好，按加。二 B 再一次。再一次。按 B， 按 B， B B B。我没有 B 啊。你 B 在后面。B 在后面，靠了这样，靠了一下，对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跳出来？按一下，就三个。那这一只。一定要这只吗？我看一下粉红色的。他这是二 P 没错啊，对啊，你再按一次加，你按一下 B， B 好像返回，可是我看不懂，看不懂上面的日文。二 P 使用，Start， 等一下，还有 Start， 二 P 加 Start， Start 在哪里？有 Start 吗？加 Start， 你 Start， 我这边就是写就是加号哎。哦，是哦，欸，对呢。对啊。V， 没有接到是不是？可是他这边已经显示我是第二批了，对啊，嘿，是有亮的，可是，嘿，都是的，是不是要找人求救一下？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好了。那你，我们等一下哦，你其他的画面我看一下，我们会不会就这样子，就这样接到节目集？我讲不能 Pocket 拳就只能真人拳啦，然后就是我打接你这样子，不然我会被拎起来呢。不然我先，
好，那稍等一下，好，不然我们先到别的模式，等一下拿别的控制器进来试试看，先到那训练模式好了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先到训练模式看一下，还是说不定要你训练完才可以去那边，也有可能，对。哦，他还要一只，果然。原来还有一只。原来，哎，威力怎么这样子？就是少一个东西，难怪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现场。但进行的要进行的是双人 PK 啦。啊？按加。哎。基本特殊，基本好了，我们先从基本开始。问题是怎么按？其实我也不会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是第一次玩。一批二批体力。那现在是我，哎，现在是你先选。一批选的是那个好运，那这样二批选。哦，没有，我的画面在我的平板上面。哦，所以哦，你可以直接选，看你要选什么。我告诉你。好啦，我要选。告诉我是不是。我要选最高人气的皮卡丘。皮卡丘。你现在就剩下一个怪物大战就对了。昨天九尾，今天喷火。我可以选择我的好伙伴，他是好可爱啊！我要选这个。好。安定型、安产型。你知道去哪里安产？我选个随机场地。好。好了，那我跟阿妮都是第一次碰这款游戏，那我们就先都退到最后面吧。哎，我是帅哥哎。我是黑人哎。欧巴对。黑人给我闭嘴，欧巴马。好，哎，电视转播哎。好酷哦。画面是很漂亮哎，蛮精致。你看质感做的挺好，它毛。它皮卡丘有毛哎，我在讲什么？皮卡丘有毛。好，你要准备用什么？哦。哎，上面是我的画面，你要看下面哎。我皮卡，不要乱用十万伏特。哎，喷火了！哦，马上就一个喷火。哎，皮卡。我要尴尬啊！尴尬的动不了。不能，我不能动。那就站着分吧。哦，打雷！哎，打雷！啊！完全没办法动哎，奇怪。我会玩了。绿光。你有办法又在屌虐。左边的是动吗？他没有办法动，还是你按那个十字键看一下？嗯，我没办法放一下左右，看左右没有反应。我。哎，还是要用这边，还是得用这边。你横着呢？那他这个是。你哼着呢，你哼着呢。现在只是拿心酸的，是不是？拿心酸。欸、要擦不要用。哎、欸，这个又有，这个又有啊！我这样怎么玩？我金。你那边。我现在金蛋，我直接用讲的。哎、欸，崩溃、欸，非常的很精。哎、欸，我连大魔不行，你这样略金。好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了，我不动了。练这就爆音哎，你。我不动。你练这就爆音。你先把他鞋打到跟你一样好了。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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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可爱哦！你们现在在干嘛？给你看我的屁股，香扑哦！皮卡丘，我感觉你放掉了，他就你说这种摇杆不能用。问题是我根本搞不清楚哪个是前后左右啊。Turn up， 帮我们交换一下，我是什么 match？ 你是按看，因为我真的不晓得哎，真的不晓得。你刚刚用哪几颗？这边？这四颗跟这边而已。对，我来试试看，辅助角色。欸、有人说这种摇杆不能用的样子耶 ，Wii U 是它有另一种摇杆哦 ，Wii U 要用那个像 GameCube 可以啊，我可以动啊。哎、欸，那应该是看人的。那刚刚不行。那应该是人的问题，对人的问题。怎么会这样？人品不好吗？打雷！我突然就变皮卡丘了。真的超可爱的。皮卡丘。皮卡、啊！叫出来吧，小可爱。可是我不会防御。哇，好必杀技啊！然后你们现在血量相当哦。真的，战况激烈，战况激烈。哦，这个是防御，我会防御。哦，有点猛烈，皮卡丘有点猛啊！皮卡丘太小只了，我太高了，哇，打不赢皮卡丘。所以其实强的是皮卡丘，强的是皮卡丘，所以强的是皮卡丘。可是为什么你刚刚动都可以动？我不知道，我玩。其实我刚开始还可以动，可是不知道什么话也不能动。奇怪，没关系，我们换，要不要看其他人试试看？宝可圈，宝可圈，宝可圈。你看，而且你看这个配置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，因为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 Wii U 的面板，它的配置是上下左右，还蛮特别的，对吧？对。可是这个
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按。它只有两颗，它只有两颗。后面我记得，其实这些都用得到，哎，有一点难控制了。这样还蛮难控制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按。就是、应该要买那种，就是 Wii U 它的手把。对，我记得 Wii U 有一个手把。对，皮卡皮卡皮卡，皮卡皮卡皮卡。哎、欸，皮卡就太小只，太难瞄准了。对啊。我喷火也喷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爸苦好可爱啊！你看我屁股会放屁，屁股放屁嘎，屁嘎飞机一个防御，啊，防御被其实皮卡丘真的很强啊！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刚才打不到哎，皮卡丘，哦，我被卡厕所了，暴击暴击，哎呦，皮卡，哦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叫了什么东西出来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直接晕眩呢！我妈呀，这个怎么有点猛？米迦，高速移动，钢铁尾巴，米迦，哇，绿狗，绿狗，哦，不不，我觉得喷火龙攻击有点痛。绿狗，你是不是装穷啊？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一玩就上手了呢，真的。我觉得绿狗超会玩这类的格斗游戏，对啊，这种虐钢铁尾巴、虐人的游戏你都会耶。我会玩了，这个腰杆我懂了。这个，但其实我这样蛮弱势的，因为他这样，我会硬。对啊，让人家玩看看好了。好，有人要当弱势吗？对，他其实这几个组合键一起按都有不一样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跳，它是重来的意思吗？那个就是普通脚，然后没有他。现在你要选应援的角色，然后你现在选火狐，别说他等一下，这个你叫出来帮忙的是火狐这样。那这个呢？没有用。这两个没有。一二都有用。这两个没有用。等一下，又一个不等的，哎呦，啊都可以，哎不是，又一个搞错游戏。防御是哪一个？防御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我也不能动，还是怎样？哎、欸，真的是人的问题。是吗？是人的问题。你看，是不是你也一样问题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各位观众，如果要玩这款游戏，还是去购入一个那个 Wii U 的。哎、欸，你叫人出来、欸。对，我觉得要买手把，这台要手把，要有那个 Wii 的手把。为什么 Mega 进化了？你 Mega 进化了？你怎么进化了？你自己也不知道。自己随便弄，谁知道啊？对啊，你怎么进化的？没有差啦，是打啦。必啦，你进化比较强，好不好？这些不是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有人说我教了你怎么打。哦，不累到。哇塞，好强哦！真屌！哇，太厉害了，够直接 Mega 进化。好，绝对不要还绿狗。那给我，换我。那感觉不一样。就不要还他了，就不要还他。那我们再打一场好，你们再打一场好，我们打一场好。你们再打一场，然后那个四千的换，我就不要再给绿狗了。喂，要给我玩了。我是什么鸟鸟？哎、欸，我的鸟鸟。不是，那个是辅助，你还是喷火，你还是喷火了。哦，干什么干？干必杀技，必杀技。哦，那边有一颗球是干嘛的？场地上那个是类似进化暴气哦，所以吃的就可能 mega 进化。这个就是类似 mega 进化，类似喷火跟 mega 进化。你再怎么按的、啊，我怎么不足？应该是气不足吧。我不要啊！我才不会专业教人打老婆嘞，乱讲。专业老婆，专业打老婆教学。有没有感应的问题？夜风暴。不是、啊。问题是我真的不能动哎，我只能打哎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有时候会失灵？就是你的摇杆问题。有人说感应的问题吧，接触不良。可是你还蛮猛的，为什么？可是我不能动啊，我就只能站。那你用那边十字键，十字键，十字键，十字键会不知道搞不清方向哦。横着拿，把那摇杆横着拿。对对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的钢痕呢？我的钢痕，哇！这个可以动就对了。如果那根感应不到的话，可以换成那个。哦，哎、欸，又赢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默默的，我默默的，其实光看这样就有点想买。真的 ，Wii U， 我又没有想买 Wii U， 又要入坑了吗？我按到什么？你按到 A 了，按 B， 按 B， 后面那一颗。对对对，然后第一个按 A， 按 A， 上面那一颗。然后按 A， 按 B， 按 A， 没有这个按 A。按 A 好。然后你是从这个屏幕选角色，哦、我是从这个屏幕选角色。你是从那个屏幕选角色。我按错，你按 B 直接回上一页啦。按 A， 按 A， 手不小心顶到。我要这个耿鬼，用耿鬼，他也会 Mega 进化、啊。那我用这个好了。啊，这真的能动吗？还是我在重插一次？可以，重插。你对。你不要吹，又不是卡带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环境，不会解锁啊。
应该要还是要故事或者是街机模式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知道、欸，我又按到，你又按到 B 了，我又按到了，不能会抖一下抖一下。要不要玩啊你？好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只有安定，只有安定，安定，就问号问号随便选。我们选个地图啊，选哪一个？选问号，选问号，随便选一个。好可爱哦，绿色那个，左边那个，左边下面这个，左边左边下面下面下面，那个是在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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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园吧？就是。丢一堆百变怪跟新手会进去生东西的地方。哦，那里。骨锥的骨。沙拉奈，哦，沙拉奈朵。骨锥的锥。沙拉奈朵。沙拉奈朵。正哦。没错，以前要抓的就是抓。耶，要生蛋喽。嘿，好可爱哦。超能力系打超能力系。你都选跟你很像的，超可爱的。耿鬼，耿鬼。超能力系打超，随便选。没有，耿鬼是幽灵吧？我记得是幽灵。幽灵。好像幽灵吧？嗯。好像还有恶系的。对，好像有哦。哦，你射了什么东西出去？不知道，我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真的用这个洞好了，真的是，真是生气，又不够，又不够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不够怎么办？不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有舌头哎，你看，真好恶！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，欸、你后退一点，我后退，我后退，后退。我看我的舌头，对，好短哦、喔，不要烦，不要烦，跳舌头哎，哦。啊，我还是不能动啊！哎、欸，我他抓给我，我才同意跟放开而已。舌头是抓技，哦哟，抓技哦，舌头是抓技，你按哪一颗是抓技啊？他开始会玩了，你应该不要让他。不是不是，抓到了抓到了，不是啊，问题是我只能往旁边动，是谁啊？我怎么蹲着？不要在地上泡温泉好不好？因为骷髅被起来，现在都用抓的就对了。哦、你蹲着好可爱，你再蹲着一次，蹲着。那是蹲着还是泡温泉？你蹲蹲看，你蹲蹲看，你蹲蹲看。是蹲着吗？等一下，这个趴在地板里面。你忘记怎么蹲了？哦，忘记怎么蹲，还要打人家，真的很糟糕。没有啊，为什么我哭不下去？哭不下去，我老人吸了。你、欸、不要。我看我还是用刷的好了。哎、欸，快点把它打了，都不要，快点，它消沉。那个进化了。啊、哦，进化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又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时间到了。变回来了。不知道我刚，那、啊、这个到底要干嘛？好像没有变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随便选一个，随便选一个，选那个成龙啦。成龙啊，成龙 ，Jackie Chan， 成龙，好，成龙，选 Jackie Chan。拜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个躲掉。哎呦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没用啊！咕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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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好，就用这个。我成龙。哦。不知道，我这样玩好了。一个怪，好奇怪，蛮强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个地方？我闭上眼。哦，帅帅帅！哇塞，欸、这个我就是也太恐怖了。石梦哎，超酷的，你怎么按出来的？谁知道啊？我在六 D 姐，六 D 六 D。哎，等一下，吞他，吞他！一群不去看那个训练模式的人，直接我被打，直接乱玩了。啊，又不足，又不足，哎。打开电动一定要配胶水，胶水。不要胶水啊！我没有太猛了，太猛了。有，你刚刚。你回去看 VOD， 真的你。我要打这个胶船王。我现在眼睛闭起来，我都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牌了。要不要换啊？换你，换你，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。你换啊！你试看这个。我要打这个胶船，我要打这个胶船。我打这个。我打这个胶船。终于找到正确玩法。欢迎欢迎，握着玩，请搭配胶船声游玩。是那个球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，不要，谁理你？哎，科科，直接开资源角色来给他一。地上那个球要吃，那个球要吃才好像可以回那个。对对对，给我给我，你不要吃啊！你不要，我在吃你那边，你我一直防御高，哎，你的伤痛就不够长嘛，可爱。这是一个我在打架的概念，好可爱。啊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哎、欸，抓地怎么按呢、啊？我不晓得，我就忘记。有些两颗好像是按一颗吧，就是它会出现一个绿色的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是要这样拿哎、欸？不是的，真的、啊，前后左右等，真的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不虎，没有，应该是没有摇杆的关系啦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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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娇喘王 Jerry， 娇喘王 Jerry， 花仙少女 Jerry， 娇喘王。一，
第二个是重新咬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继续再打，再继续打，就是同一只角色继续。哦，可以多试一下别的角色给观众看一下。对啊，我再舌头一下。因为这个今天才出的。对。你先不要动，先让他手心一下。这样你先不要动，真的先不要动。我们刚才听到阿尼说他想买了，这边不要急动，要入坑哦。抖内专线在这边。没有，你不要乱让人家抖啊！不要动啊！人家不想抖，为什么是球啊？我的舌头呢？影子球哎，等一下我的舌头。哎哦哎，你防一下哦，我在抖舌头。你叫人家防一下，按哪个防啊？哎，为什么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呀？按哪个防？算了，打了，不管了。不是、啊，还是管一下。不行啊，你只用一招的话不太痛啊。按哪个防啊？我记得是后面的防御，右上角。我就狂丢你球好了。他没有动。右上角那个，是右上角那点。右上角吗？我按的没有用。哦，这颗。有那一颗。哦，刚刚有那么多颗。嗯，找到了。原来有这么多颗。原来有这么多颗。哎，我发现 Jerry 蛮厉害的，他在这种逆境之下还能玩得这么的顺畅。就让我想一下吧。这个超哎、欸，这个超可爱，我成龙成龙，原来还有在空，完全没打到，这个超可爱，Ricky， 有了有了有了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，可爱可爱可爱，我闭上眼睛感受一下，你都乱吹一通，没有，我就按这个就好了，我就按这个最好，那你就被打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哎呦，有没有、啊、有没有，哇，我刚只按 A。他会玩嘞，子弹 A 也能赢。不啊，子弹 A 他就除了舌头还有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舌头啊。影子球，我害怕。干嘛？下下，马上要放资源角色。直接下下哎。哦，球球球球，得得得。哇，他就是那一种玩快打旋风，就只会在后面一直阿斗肯那一种。阿斗肯，没错没错。阿斗肯，我小时候玩 Game Boy 的时候就只按一个键，随便打随便赢。因为 Game Boy 的时候你只按一个键就可以打完了、啊，从头打到尾。啊，就像这样，好吗？作弊啊！可这样防御都防掉了。你真的怎么用这招？你真的只有影子球而已，没关系啊。下刀波路。哎，其实我按两个键就好了，对吧？可以。你是按两个键就好了。但是怎么被屌虐？你连走路都不用按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只要按球跟那个跳就好。他现在连移动都没有在按了。对啊，那我也只按两个键好了。我也只按一个键。对。那是一个键与两个键的对决啊！可是他的影子球比较痛啊。哦，他能打到你好痛哦。哦，我中了什么？你中了什么？你中了幻术。哦，别别别别，停停停！快开血轮眼，你潜下去嘞！我们休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没有用了，又没有防御。你做血轮眼好吗？对。让我们闭上眼睛，聆听 Jerry 的娇喘声。我输了没？你输。还有，还有一场。成龙，成龙，成龙。Jacky。那这一二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一二是干嘛的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着急不等啊！你防一下，我按一下。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舌头出来了，舌头出来了。哇，你会了，你会了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我不要这样。等一下，你又多了两颗键了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在嘲讽吗？噔噔噔，丢，丢你老母！啊！我的舌头，我的舌头，舌头。舌头，刚刚有点短。舌头超可爱的，舌头挺可爱的啊。我们找到 Jerry 的拿手游戏了。飞啊飞 ！Jerry 就是梗鬼啊 ，Jerry 就梗鬼。啊！要死了啊！魔法液，我还不知道。哦，你冲好快啊！啊，好吧。哦。鬼脸，哇，你会接技耶！哇，接到你会成龙哎！叫成龙啊！快，你也叫成龙出来！啊！换第二个吧，选第二个。啊、看看要换人，然后换组合。刚刚谁还没拿过那个板子的？Jerry 还没拿过。Jerry 还没拿过。Jerry 还没拿过。哎，你们两个玩。你们两个打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打过了吗？我们刚刚打过了。你刚刚打，我跟 Jerry 打这个打，因为这个打。好。再给我说 Jerry 换一下，换一下。第二个。我来好了，我来，你不要动，我来。好，你来。
你来，都给你。Jerry 交响会好。对啊，你要看。好，哎，师姐，你要不要唱一下？我把全部都给你。不要不要不要。都给你。要给什么？要给什么？你要看下面的那个画面。好，我看这个。哦，这个。我要选路卡利哦，那个灯笼哥啊。灯笼。完了完了，我们要听到 Jerry 的交响了。Jerry 每次被绿狗打爆都会有交响。我昨天看我笑超久的。快点让他喘，快让他喘气，快点。我希望他要让我。好一喘气，好一喘气。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哎。你不知道要用什么？那很好吧，用这个爱心歌。爱心歌。爱心歌。哪个爱心歌？不疼不疼。我要叫顶头瓜。伊布。伊布。都要看这个打吗？对，你要看，你的画面在那上面。那我就这四个钮嘛。对，然后后面你叫他一下。还有右上角那个。哎，你要先选场地哦，场地你要选。好。这个跟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防御。右电机是防御。你先选场地啦。对对对，你这样才会开始。安定的安呐、啊。安定型。选个。宝贝中心外面啦。宝贝中心这个吗？不是不是这个。左边这个，这个这个。好诶。咦咦。哦，你皮卡丘好帅哦。可爱吧？他那里割，他的。那尾巴根本看着像饼干啊，塞脚皮卡丘。超好吃诶。他是母的皮卡丘。有点想吃。饿了，Jerry 饿了，有点饿。哎、欸，左边这个嘛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哇，八七耶，可爱，是八七鼠，它上面还有个爱心哦。那我选到青蛙了，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青布吧。你要看你的啦，你一直看我的。啊、对，我看我的。你在想到什么动不了？我想说，我想看你的啊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只会防御？很难用哦。我只能用这个了。对，哎、欸，路卡利很厉害哎、哦。可是我不会防御哎。防御是后面的，后面那个吗？啊，不是，那是跳，那是跳。防御好像一还二，不知道哪一个。我的。哦。抓地是什么啊？我好像一起按，两颗一起按对。好像跟铁拳那种格斗游戏是一样，因为抓地就是两颗。阿多根。阿多根。快死了！用一招就可以打遍全天下。哎，要死了！阿东哥，哎呦！哎，小虎，哎，这游戏真的哦，好痛哦，好痛！哦，对，这游戏真的是用格斗游戏的概念去做。对啊，因为有趣的。为什么你都这么厉害？哦，我家职业生死斗龙。你怎么赢的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我要选衣服，我要选衣服。哎、欸，这游戏真的是跟格斗游戏有相关，难怪是铁拳的制作团来做。因为我刚刚看一下有雀板这个东西，雀板就是……我要看我死刚、啊，我忘了，我刚刚看你，等一下、啊，我要看你。我这次又可以动了，他这个可能是接触不了、嗯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啊，叮！哇塞！奇怪，为什么他又不能动了？为什么我又不能动了？路卡利又是蓄力型的角色。哦，阿多根，哎，还是会扣血，那我不要防了，防个炮、啊。哎，再退一退，完了，刚刚瞬间暂停了一下。你知道，因为我最近在打那种快打旋风，所以就是因为快打旋风它是比较属于传统格斗类游戏。它有一些雀板啊、力回啊，就是或是等等的，就是或是跳背之类的一些格斗概念在里面。那其实我刚刚看一下这游戏还真的有哎、欸，虽然它是它已经跳脱了平面那一种的那个左右移动式的游戏，有没有接触铁拳的模组去做？它完全是铁拳，而且你看它的那个是圆形的竞技场，我们在那个快打旋风它是长条又左右，它是整个是圆形的，对，但是它里面确实加入了正统格斗游戏的概念在里面。嗯，气势鸡腿，对啊，现在是直播，现在直播，对，气势鸡腿你好。你会发现绝育后完之后就不娇喘了。那会玩没？他只要我再叫昨天那个游戏出来，就可以拿到。你看他都变那么厉害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、啊。其实他就随便，他就随便乱按。你看，你按的很顺。你看，乱拳打死老师傅。老狗，老狗，老狗。他地方改错了，西老高。我们的 O 2 J A M 说俺应该可以。我被打乱掉。对，我也想上拜五炮戏，可不可以叫 Go？ 可不可以叫 Let's Go？ 我靠 ！Let's！ 我真的被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
好正。嗯，你会美女。第二位是谁？第二位是谁？第二位是谁？抓到了，我是男的哦。啊，救生啊，我不是女朋友。干嘛叫救生啊？一直很糟糕哎。抓到了，走翻了耶！啊，美女一定是 Jerry。哦 ，Jerry 啦，娇喘型实况组。娇喘。娇喘型实况组。我这样抽筋。其实格斗游戏就是戳他，就是戳他。其实棒棒也是很累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二个、哦，我来好了，你不要动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没有动，知道吗？真的我没有动，我没有办法变第二个啊。骗了，那一定就是这个松。你看我按一下，他就哦有了。有了。交闪情绪矿主先，换你吧，好不好？换那个安妮跟那个四千。哎，我按错了。哎，别按，谁按错？换成 B 啊，那个。那个，杰里被接待就会，有人说杰里被接待就会发出娇喘声，接招吧，被接招，好吧，那就来接待。第二位是帅狗啊，帅狗今天没有来，帅狗在聊天室里面，看到没？就那个帅狗，这绿狗啊，这绿狗，我是绿狗，我是绿狗，我没有帅狗那么帅。我喜欢温馨的地方。有来个百变怪真市场。对，我喜欢百变怪真市场。烈阳怒杀！你背后有那个按摩背心呢？按摩背心。哦，你靠在墙壁上就可以按的，有没有？烈阳怒杀好帅哦！谁是谁啊？我是绿蜥蜴，你是森林蜥蜴，你是蜥蜴王，蜥蜴王，然后你是烈阳怒杀。烈阳怒杀，我觉得烈阳怒杀真的很好酷哦！超我先看一下这左边这颗能不能动。嗯，他有时候不听话。我是蛮想看那个火的地形。你说岩浆吗？我们等一下来选一下。等一下哦。哦，好帅啊！按摩外套。哦，背心。按摩外套，按摩背心。等一下，不要生气，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。背心一解，不能动，是不是？哎，他真的是有前下前这种指令哎。有，他真的是格斗系的游戏哎。他力回。按摩背心。哦。哦，你们走路有才音哎 ！Max， 那什么 Max？ 我们现在就还不会 Mega 进化吗？可是你刚刚有变过一次，我不小心的。你也不小心的，不知道怎么变的。啊！等一下，哎哎哎！刀叶超帅，刀叶头摔。哎，涛哥。哇！我发现要发动友情技还要那个有条件。对，要。是那个有读取的。背心也是猛的。背心猛哦。哦，背心，背心蜥蜴王。背心王，背心王。哦，哎，抓技会破白。哦，哎，抓技怎么按呢？再说，两颗一起。我刚是两只的话，对，它有一个是两颗一起按的。那或者是好像其中一颗，你可以试，它都有绿色的。如果抓技的话，它会有绿色。好，试试看。因为这两个按的有点不一样。那是拔罐，拔罐吧。他是把血都吸出来，是不是？拔管，那个都是脏血。Round two, go！ 哎，我觉得两只是不同属性但同类型的角色，哎。对啊，都是怪物，就很凶的那一种。下下。Oh my god！ 不然和平一点。这场打的哇，好帅啊！一箭头吹。欠咪。这是我的神奇宝贝倩咪，倩咪，宝贝倩咪，哦，什么？哦，怎么要开了吗？哦，他开必杀了吗？那什么 Max 一下就不见了。哦哦，哎呀，我要挂了。啊！哦哦，被两个屌打了，背心王要往生去了，一滴血，背心王生气了，我一血反包。哦，还会补血猛，怎么样嘛？草属性。哦，他叫小龙出来，冲啊！一血，哦，他出招比较快。一血反杀，到底能不能呢？到底能不能呢？啊！不行，其实我的左手按这个时候其实有点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嘻嘻。是。他是不是有脱床啊？脱床。那哪个？嗯，我再来重新试试看这能不能。他有时候听话，有时候不听话，就走。哇！不要试，不要试，啊！不要试，不要试，不要试，算了，他没有让你试的意思。不管了。哎，怎么？你刚刚试什么东西啊？我刚刚试那个摇杆能不能动，结果没想到一回生已经半血了。
哦，你怎么？那你试，我也要试试啊。你要试什么？我要试试招啊，试招啊。你阿尼王哎、欸，阿尼王。对啊，啊，你要哎、欸，这是蓝色叫什么？忘记了。烈咬露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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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好快啊！我好快哦。哇！你都不愧是有订阅的烈咬露莎，订阅的力量，真的。对啦，那边。这就是订阅的力量。按角色变更。那我跟他，我用这次跟阿尼打一场啊。好啊。又坏掉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专心用那个粉红。大拇指会有点酸就是了。对啊。哎呦，魔法公主。皮卡。我要选火焰机。火焰机。你要火焰机。酷毙了。那选这个吧。我们今天就是用各种不同角色给各位观众看，对，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同一个角色，嗯，选这个好了，安定型，好，选到岩浆的，岩浆是不是？他会不会直接踢一下把他踢下去，对，然后直接获胜有没有？直接会直接圣骨头浮出来，哇，怪力的怪，他有用怪力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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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又是一个电视转播的概念。还有游览车哎、欸！我总觉得在这个地形，就是火焰机会得到感觉会变强一点，对，阻禁加成。那我要叫我的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小可爱有他。哦，怪力啊！怪力有四只手，也是只有一个盾，挡得比较稳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只有一个盾，难过。哦哦，好凶啊！哦哦哦，我这次遥感不会防御。啊，健美先生呢？健美先生，后面两只手，后面两只手装饰品，装饰品。哦，有了。铁板泥冲刀，哦，蟑螂拳，哇，一模一样，好反差哦。你不可以干嘛？超反差。我这次抓到了铁板泥。这次遥感我不会防御，防御好像是按这两颗其中哦，难怪对，所以你很难去按防御，防御对。哦，他说防御好像是有 A 这个颗键可以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是叫小朋友来、欸、啊，被射了，防御是被射了，两秒，被射了，哦，去吧，啊，哦。哦，哦，你变红色了，你是变红色了，抓到了棉花种子，哇，一个蒸汽浴哎，来谁打谁啊？哇，好像有点猛，好像有点猛啊！白练掌，怎么瞬间变一滴血啊？白练掌，走开！啊，不行啊，被屌灭了、啊。超猛，你跟他超猛，你根本健美先生啊！哇、哦，哎、哦欸，他的动作真的是健美，哎、欸，这个白练掌是向那个什么致敬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超猛哎、欸，换谁换谁？不继续吗？继续，继续吗？继续吗？你说我们两个吗？我们两个吗？还蛮好看的、啊。你累？主持人都不好看，我们就继续打嘛。再来选水军之类的，水军神兽哎，作弊王。如果想要再用一次喷火，因为刚刚不爱打很好啊好啊，好啊你刚血了，充血了，充血了，喂，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讲，那何大听得很害怕，充什么血啊？充血、啊，观众讲的，而且还四只，一次四只充血，大家很怕好不好？大家很怕，一个贫血。哦，喷火龙，因为刚刚喷火龙在打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你怎么看不出？帅鬼有呛你，这次遥感不会防御，都杀完了才叫。我侧面瞪你耶，哎、欸，你拿神兽打我这个，对啊，毙命群雄，水性属性相克啦。哇哩咧，糟糕了！有吗？这游戏会有属性相克吗？应该不会有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是不会有啊，因为毕竟格斗将有。对啊，格斗将应该没有属性相克。对。要是还有属性相克的话，我。开奔开奔！哦，防御防御这个，抓到了棉花种子啊！但我发现有轻中种子种子。哦 ，B 四跳。
儿。你刚按到头摔了，摔你哦摔啊没有摔到，直接被攻击破。再摔哦。哦，我大概知道这怎么玩。他有招，他应该有招式表，对游戏应该有招式表。那也，我觉得铁拳招式也蛮复杂的，我说。对。其实他蛮像那个瞎子的。瞎子？什么东西啊？那两条须须啊！我被卡厕所了。那两条须须。哦。啊有。不能连转，我突然想要蔡依林哎，为什么？旋转跳跃，跳跃，控控好强哦！哎，哇！这游戏有招式，因为我刚刚发现我按前加前下 Y 的时候，它会冲，会冲，会冲，对，就是有它，它应该是。可是这只摇杆还真的是尴尬，尴尬哈！应该要准备最左边那个长发实习生，又有人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四千，我是抖 N 实习生，不是抖 N 实况组。对，哦，哎，有招式表，真的有招式表。他叫苏志，苏志窗。那我先去拿药了。哦，哇，那两个苏区这样渡来渡去。哦，我会射很远的东西。哦哦，抓到。哦，对空了，被对空了。哎呦，拿那个区去甩人。哎，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哇，这个喷射水柱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喵种子，哎呦，哎，距离超远的，哎，那是老人的梦想，做，终于不用再滴到血，安安，哦，我怎么射到上面？哦，我把你打没防御打不掉，哇，真的好强哦，这真的很厉害，神兽不会神兽，你看直接瞪你。哎，他是神兽，对，他是神兽，神兽，他是神兽，三神兽。他哪一代神兽？我有点忘了。水晶版、金银版就有了，就是雷公、水军，还有那个炎帝。哎，其实你知道我最喜欢神奇宝贝是哪一只吗？哪一只？露琪亚。你最喜欢露琪亚？我觉得露琪亚超美的，不知道这游戏有没有出露琪亚？哎，露琪亚不知道，他其实角色有几只还不确定。啊！对空攻击，这个咬。被空攻击，跟没有打到任何东西。有刚刚有打到，哎、欸，哦，不会了，我用这只摇杆了。我跟你讲，喷射水柱的威力也蛮强的，我说。哦，啊，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哎、欸，我极限好慢。水晶就是一个作弊的角色啊，真的超作弊。想飞高高啊，在上面飞的还被打下來。想飞起来。欸、我发现跳起来之后按防御，它就停在空中。它直接停在空中。对，就是停在空中防御，有差，哦、有差，有差。对。哇，有人说他正在朝你的发型迈进，也是可以啦，你可能要留个很久了。你就是还有要修吗？我这個有啊，把旁边其他地方都剃掉。哦，酷哎、欸。要不要四千跟那个？换那个 Jerry 跟四千。欸、没有，之前跟你玩，你有没有玩过吗？欸、我有跟你打过，玩还好，我没跟你打过，好像还没。你要用哪一只？用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恶！那我换另一个，刚刚我有玩过的什么路卡利欧、露西亚，还有那个啊，对不对？那我选那个。没有谁没有？哦，选魔法公主好了。啊，对，我选灯笼好了。这个灯笼，水晶灯笼。你说不对啊？你知道露西亚都哎呀，都知道同代的三。神兽哦，啊，洛西亚那水晶就洛西亚那一代的神兽啊。哦，洛西亚那代不就只有他跟凤凰？然后没有，洛西亚跟凤凰是封面的神兽，然后三神兽就是那三只啊。哦，那我不像第一代是梦幻跟超梦嘛，嗯，然后三神兽就是烈焰鸟、闪电鸟跟极冻鸟。哦，我因为我很少看三神兽，对，我只有看封面神兽，我不知道三神兽。感觉角色不多，其实我不知道所有角色有几只哎。说不定只有对啊，可能会有开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在发我这款游戏，因为我没有 Wii U 的主机。我记得好像还有超梦跟暗黑超夢、哦、暗黑超梦、暗黑超梦，看过看过。我没有手啊，我要怎么打？没有手，我连脚都没有啊。上马 Jackie Chan， 我觉得这好玩哎、欸，喜欢格斗的会。好可爱哦。嗯。哦哦，哎、欸，我超梦又变了，为什么？哦、好，你现在能动吗？灯笼的灯呢、欸？对啊，灯笼的笼呢、欸？我的操控又变了 ，Why？ 算了，直接开打。我角色应该不太一样。耶，上吧，魔法公主。哦、oh ，速度很快、欸，还踢中扫把。他要踢扫把。阿爸，阿爸。可是我觉得、欸、我在烧哪里啊？我觉得如果角色可以到很多很多只神奇宝贝来打。哎、欸，你的伙伴亮了、欸，要按什么？他叫出来了。
阿布，要怎么叫伙伴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至少是可以用了，可以用了，可以用伙伴的，伙伴等着想被用这样。哇，欸、他操控会变不一样哎、欸。神力宝贝目前好像总共是781只，好也太多了吧？对、啊，有一点多。如果他能够781只都做出来，真的是蛮不错。对啊，他就把那个挑30只就比较厉害的那种。对啊，嗯、对，就已经够了，30只就够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玩到780几只也那也恐怖了。对啊，超恐怖。可是我还蛮想要玩看果然窝，果然窝吗？他就只能站在那边，然后别人都不能打，有没有？那我觉得把左手把左把手拔掉，宝宝比较好操作。但是左把手拔掉就不能连线，就不能连线，就没办法玩。进不来这边。那你等一下，你先不要打我，你先不要打我，那你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不好意思哦、喔，他的我拔掉试试看，应该会停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欸、可以玩哎。可是他跑姿势好奇怪啊。等一下，因为一个是往前，一个是往后啊，所以会变得。哦，好了，不然我这样试试看好了，一个字。你说操作会变，可能是因为左手把有无感应到的关系。哇，好像试不到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一个回、欸。比较正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是蛮难控制的。哦，一个点火。哦，这次也蛮猛的，明明就没有手，明明没有手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们不觉得神奇宝贝的存在本身就很吊诡吗？就是你说从一开始，他不是他们就是。怎么会有一种生物很乐于被人类收养，然后就是被人类拿去去吧，然后就打架。对啊，而且最后他们到底吃什么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对啊，是不是吃神奇宝贝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可是小刚好像会做菜。不是，我跟你打神奇宝贝。那我跟你打完，那我用这一只。我要那个啊！你要那个？我要那个。好。可恶。你不觉得神奇宝贝很吊诡？对啊，可是你们知道神奇宝贝最初的设定吗？什么设定？它最初是叫胶囊宝贝。胶囊宝贝。对，它是真的是像吃药胶囊、嗯，一开始的设定。然后给人类吃下去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人家叫神奇宝贝，对不对？可以把神奇宝贝叫出来，可是它那个时候设定是神奇宝贝战斗是真的把对方的胶囊宝贝杀死。哎呀，这是最初的设定。超血腥哎、欸！那后来觉得好像太可怕了。嗯。然后后来才改成宝贝球，就是好像啊有互助那种感觉。嗯。对吧？然后因为作者本身很从小就喜欢昆虫，然后会喜欢把虫抓在那个捕虫网里面、嗯。后来就，所以你会发现这款游戏很多抓虫少年。抓虫少年。原来是这样子。这几只都用过了吧？纽拉，我用纽拉。纽拉好像没有。那到底是马纽拉，它进化。进化。我发现这些都是可以 mega 的。对啊，怪力可以吗？怪力有吗？怪力好像不行，怪力好像没。怪力有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。皮卡丘好像也没有 mega， 没有。皮卡丘没有 mega， 皮卡丘本身就是一个外挂的存在。嗯、对，没错。对啊，哦，超外挂的。而且你知道，我男朋友在看这个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那个皮卡丘的招式不止4招，哎。对啊，超过4招。对、啊。像我们玩游戏里就只有4招，他就默默的说，哎、欸，10万伏特，打雷，钢铁尾巴，对，然后电球。还有什么闪电？打雷，闪电星星，哎、欸，不，星星光剑，高速星星，哎、欸，高速星星，高速星星，高速它有高速星星吗？快速移动，它好像有，电光一闪，对，电光一闪，嗯，而且那个什么，那个等一下，他要打我，我没打啊，他没有理你的意思啊，有人说鲤鱼王打吉米，他中间被做成生鱼片有没有？对。鲤鱼王不是只有骨头和鳞片吗？对啊。你知道我每次玩那个主机，我这次速度好快啊！我每次玩主机，然后掉到鲤鱼王就很不爽，就看他一直这样白痴在那边晃来晃去。他只会跳而已。对啊，烦死了。这次操控又变成跟刚才那只不一样了。又不一样，每一只其实会不一样。对啊，每一只都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用手把玩的。对。哎、欸，很强哎！不要！因为这一只跟水军的操控模式是一样的，所以对也是作弊角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刚才那一只防御是这一颗，对，可是它的这一只防御是这一颗，所以会变得比较对，就是变得不一样。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十大真相，声音伙伴怎么叫？好像是霓虹是上面那一颗，对，左边或十大真相影片蛮好看的，我看看啊，蛮推十大，哎，叫出来了，可爱哦，机关枪，十大真相他讲的都很专业，对啊，那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哎呦，可是我觉得神奇宝贝也很厉害，因为我们小时候虽然玩过玩，但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过了20年之后竟然还这么红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就是非常非常厉害，这真的是被接到就很难躲，快逃啊！有人说皮卡丘还有2招。
快起来，皮卡丘跟加什么？加油啊，皮卡丘！我猜。还有，快闪！加油啊，皮卡丘！哎、欸，你去按到什么了？按到等等，你就按加，按加就好了。我按加。哎，哦，充血了，充血了，充血了，四肢都充血了。我让你冷却一下。四肢都充血了。哦，中了！地上又冒出了好多根啊！对，165，800，哇，谢谢你。请问你怎么换必杀技的？飞拳呐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这不会是命运啊！充血打出1000血啊！哇！充血增强，超猛！充血超猛！这个力音哎，它有分类型的，有。对啊，这是力量型的。我刚刚看那个耿鬼是那个超能力型 ，technique 技术，所以我就选这个。对，我跟你讲。会不会观众今天看我们进来，然后大家都练怪力、欸？大家都想要充血，都玩怪充血，大家都玩充血。来来来，给我打个，来给我抓一下。哇塞！快逃啊！离开那个石头，被抓到就。其实这游戏我觉得真的很有格斗游戏的感觉。嗯、他跟昨天玩的火影忍者，伊布好可爱。对，哎呀，两条。哇！没有充血就好痒啊。不愧是充血的 Jerry， 不是啊，充血 Jerry， 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然后充血，的 Jerry 充血就，充血就赢不了了，死掉的拉达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有点年纪应该都知道。对，你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嘎啦嘎啦跟可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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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整的故事。换谁？先。我觉得我好玩蛮多场啊。我刚刚我也觉得我玩蛮多场，我有跟谁？我也觉得我跟你玩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还有哪一只还没用过？上面那只吗？上面那只好像都用。其实好多用过了，好像都用过了，都用过了哈。还是你们就用随机随便打打看。那我用我用的哦。跟鬼吗？你要吐舌头了吗？我要用皮卡丘。而且现在其实神隐宝贝新的不是月亮太阳月亮又要出了。对。好像今年有中文化的。对。而且他加神隐宝贝要加神奇宝可梦了。精灵精灵宝可梦。对啊，就是新的中文化不能再叫神奇宝贝。我要加灵化，但私底下还是做那个神奇宝贝。而且你们有看那个吗？新的 X Y and Z 的。你知道小？你知道小智的那个青蛙会跟他同步进化，而且还会长出小智的头发。对，那个好像又是新的进化，不知道太阳月亮是不是就是？我觉得动画越做越奇怪了。对，就跟小智合体，永远十岁的小智。对，有可能。哦，可爱。怪力充血四肢都变猛了，感觉超硬。哇，超硬。超硬，好硬！耿鬼的质感有点像马奇。马奇。哦。这方向不太一样哦。皮克西的影子就是耿鬼，对吧、啊？这个就好像有说过，就说好像身高，但身高跟体重那些都蛮相似的，而且就是看他的影子都蛮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好可爱哦！你超想蹲地板。还偷叫人想要打，打不到，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哎、欸欸，打到了、欸，打到了、欸，是怎样？你知道这个按钮我是无法防御的，就是我这样拿是无法防御，哇，那个绿狗帮我按一，我说帮他说叫按防哦，好好好，来，现在还不用，现在还不用，现在合体完呢、欸，对，合体完，合体完，不然就没有走，好防御，好防御，好好好，给你防，给你防，好打，好防，打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哇、哦，大舌头舔啊舔，哇，防御没有用，抓技，舔啊舔，立刻立刻。哦、oh. ，防御，防御，你在攻击中没办法防御啊！哦、防住，打他，打他，打！哦、oh. ，有，防御，有两个没有一起防御，防御，啊，防住，啊，我没有听到，没关系，他会被我听到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讲，我们用打死他。哎呀，时间到，我赢，皮卡丘赢，没关系，我没死就。快点快点，我的防御手，我的防御手，好，防御手，我的防御手，专门拿来防御，专门防御，好，我们这种才是合体进化，好不好？我要帮你叫人，叫不出来，叫什么按？哦，有，挡住了哟，好漂亮，10万伏特，
那个，你怎么没进化？防御防御防御，肩膀防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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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他！他自己晕倒了。他怎么？他不会受，他不是哎，他不会这样子。哦耶！你没的防御防御。是吗？而且他体力还有回复、啊，他直接抓，哇！打他打他！你不知道怎么抓地，抓地怎么抓 ？A B 起按，一个防御。你那个地方太强哎、欸！对啊。来再来，不怕，我们两个人脑开玩笑。加起来输一个 Jerry 的体重，太猛了。完了又没反应了。我们剩下三分钟。双掉不能进。好，来你们玩一下。好啊，那我好，你时间差不多了嘛，最后一场了、啊，来来，很小心的啊，麦克风麦克风，好，来吧，我就看看我能不能防御走，我能不能、啊、防御走，我们要没办法，不能动了，没关系、啊，我们防御，只防御啊，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我只这样子防御掉，你们你们要这样到台马跑，啊，这样好了 ，Go， 舔他，哦、啊，一个超舔。放哎哎哦，潜入底，哎，抓到抓到抓到，皮卡，我用皮卡就打比较痛呢，我们不能动，不能移动，好可怜哦，可以动了可以动了可以动了，按左边 L， 按左边 L， 哦猛猛猛猛猛，伙伴，防御一步，一步出来干什么？好好放放放放放，哎一步呢？一步出来干什么的？露个脸，防御防御防御，那出来。探个脸、啊，不行，你讲防御他就知道了，马上就听到，好可爱哦！你在吓他吗？抓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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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！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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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啪啪啪啪，哦漂亮，最后的电 final 电球，皮卡就超好用，皮卡就超强，皮卡就。除了充血之外，第二选择除了充血之外，就是皮卡丘。我皮卡丘直接就充血了。除了充血之外，就皮卡丘。不充血就充电了。OK， 好。我讲充血之后是麻痹，充血之后麻痹好不好？就是用那个皮卡丘。真的，今天大家知道要选什么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太好太好了。你、欸、真的要合体才能玩，因为没办法，没有手法，对啊，没有玩不到，不服人体工学。对啊。那 Jerry， 你要收场吗？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嘛。对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时间差不多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喽。那欢迎下个礼拜继续收看《实况哥为什么 100,000 Why》。那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